我觉得这样比较自然。刚刚有人网友说想听张志成唱歌，哎，想听不是来 Legacy 啊？我10月5号嘛，是的，现场我会现在要唱吗？现在如果你可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偷偷的清唱个几句啊。有人说有人要点歌，哎，点上台语歌，哎，张志成会唱台语歌吗？谁？那个是谁？那个已经刚洗过去了，洗白洗过去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位。Tony，你刚刚点，Tony，你刚刚点台语歌吗？是吗？你要回答我们吗？唱 GAL，随缘。GAL 是你有唱过吗？为什么大家都要点 GAL？我没有唱过 GAL。GAL，给我几句。GAL 怎么唱啊？乌吉里兰那老，乌吉里兰。那那，你的 key 在哪里啊？我跟不到你的 key 啊，被你拉走了。哎，我不能跟 R&B 小王子比啊，怎么可以跟你比呢？我觉得唱的最好的是江蕙姐。啊，江蕙姐不敢超越。那你有什么没办法超越？那你有什么台语歌还不错的？有没有？我最有名的成名曲就是《随缘》啊。随缘，哎，真的还有那点随缘。对，我有唱过《随缘》。或舞女龙虾，你有唱过《舞女》这首歌吗？舞女真的没有，那是小 S 吧？我唱的是《随缘》啊，就是陈雷那首。无言无言，这一切随缘。还人，嗯，就唱到这里。哎，好像哦，有台语有没有？哇，真的很好听哎！哎，你模仿的很像哎，所以刚刚那是用 R&B 的唱法在唱。没有，那个是台语腔。没有，你可以用 R&B 的方式来唱一下台语，可以吗？用刚刚那一首，给那一首来一下。无缘无缘，这一切万事拢放好主人。很怪哎，好怪哦，对，说很 R， 很 R， 很 R， 非常的 R。好啦，好赞呐！还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现在赶快问，不然你待会就来不及问了。不然他现在一写东西的话呢，我想呢，他又要开始坐在那边跟我聊天。